那老师给你提示呢？我呢？妹妹，你的是哪去？挺好的哈，喜欢红色的，挺好的。嗯，你上几年级了呀？Two 啊、哦，很好哈。三年。Second grade。他是阳光学校的是吧？对。你喜欢上什么课呀？数学课、语文课、英语课、体育课还是什么课？体育到户外是吧？啊 ，sports 那个 outdoor sports。你喜欢玩什么呀？最喜欢喜欢，比方说是跑步啊，还是玩滑滑梯啊、吊杆啊，还是打球啊？打球，打球是吧 ？What's his favorite sport？ Play the 什么球啊？篮球。Basketball。Basketball。